辣子茄丁的做法步骤：一、豆瓣酱剁碎；二、干辣椒对半切，姜、蒜切碎；三、茄子切成小块；四、炒锅放适量油，跟炒一般的菜差不多，将茄子倒入；五、待茄子把油都吸进去了，就倒大概50毫升水；待茄子吸干了水，再倒，反复2-3次，直至茄子有点软，出锅备用。六、炒锅下少许底油，小火下干辣椒和花椒爆香；七、再倒下姜蒜炒香，倒料酒炒匀后下鲜汤；八、将茄子倒入炒匀；九、放少许老抽、盐和鸡精即可。临出锅时可以加少许葱花或香菜。